延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中国中北部的黄土高原，被太行山、阴山、六盘山包围。南部与陕西省渭南市、铜川市、咸阳市接壤，西临甘肃省庆阳市，北临山西省榆林市，东临山西省吕梁市、临汾市。1935年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在此安营扎寨，立足生根，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创业的基地。延安枣园、杨家岭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办公地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居住地，王家坪成为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1947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及其领导者迁往河北省石家庄西柏坡后，这里被废弃。
你再几年抽烟啊？对吧？那你也不用主动给我找。